你坐在你的桌子上。我也起来了。这个两个黄色的可以先点吧，没关系，没有很奇怪。蟾蜍。对。那我们按桌。大蟾蜍。要不要切一半？还有第一句到我们先。那边去。还有双皮修手。下课，舒服了。
斗图花大爷呀、啊，嗯。没有啊，上次有一次莲花工作的时候，他有早上，他就在圣修宫，这里好，这里好，这里好，他就在母娘身边啊，他回去了、啊，是吗？是圣修宫嘛，对不对？小胖，等一下去哪？圣山哦。
他另外一只拿什么我忘了，但是我记得他的手上是。他是拿着手去啊？这一只吧。就跟信托说补财库这样就好了，好，我们统一说法就是跟信托说补财库。
解厄补助啦。解厄补助。对，反正就是解厄为主啊。那如对，反正就是解厄为主，然后补财库是附加的，附加价值。你怎么知道？反正还有还有个自杀的活动，一样跟天官补库呢一样，就是一家人五个人就是1000块，哦，三个人就是300块，是这样。哦，我记得上面好像给，哦，有啊，一个啊，一个人300块，就看好，那明天推广活动的直接拿这张纸去，因为我小三的还没做好，我小三的还没做好。好，那我报名表已经列印好了。好，那我大概讲到这里。好嘞。然后明天再麻烦各位帮我推广一下，谢谢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